吃饭了哈，今天这个菜点少了，要不然我们再加两个菜吧。这还你吃不饱啊？这么多，咱两个人六个菜了。六个菜，有没有什么特色菜嘛？叫老板上嘛。你吃过六个，还有那个波士顿龙虾。波士顿龙虾上，没事，我你反吃正不了。我3天没吃饭了。3天，你3天吃过六顿了，还说没吃饭？哎呀，你怎么？你这样吧，哈，这顿咱们划拳，划拳你输了你买，我输了我买，你输了你买，你赢了你买。不是，我们划拳，你输了你买，对不对哈？我赢了你买，我输了你买，你输了你买。什么？你输？什么意思啊？就是你输不输都你买。我输不输都是我买。行吧。那就这样吧，那就先吃嘛哈，先吃嘛哈，可以可以哈，好。